槟榔树吗？那个时候就有槟榔树吗？啊？槟榔？这肯定是槟榔树。这肯定不是椰子树。Thank you.
那我们去就是。这是一只眼皮我还。这是你亲生父母吗？对，你没上亲。那都是，都是眼皮做的。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老是打打不赢？我可能不是。没进到管理去，没进到管理，管理就看这些东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，军区党委常委，总参谋法部副部长，为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。与吴克之一样，为全鸦革命做出过伟大贡献的，还有马白山将军。马白山出生于城南县马村镇马村一个农民家庭，他在今日。
在村里的眼睛很好，人家不看那么多手机啊，不看那么多的那个电子的东西，哦，也可以学啊。人家下村了，这不是三毛村吗？哦，我这个老板娘年轻，哦，下村，下村。